个新村位于柔佛州新加坡县，当地居民以华裔为主，其余为马来人、印度人和原住民。比格的名字由来据说是森林树木的名字，也有另一种说法，指当年有一种巨大无比的鸟，称之为布隆布狗，在衰老时聚庇于森林里，被原住民发现其残骸后，并将此地命名为布狗。欢迎来到比格新村，接下来让我带着你吃喝玩乐，玩翻全村，玩翻全比格。来到比格，一定要品尝这里道地的传统早餐。南开咖啡店打从1942年开业以来，现已有76年历史。老板每天坚持手工研磨咖啡豆，并以传统手泡方式冲出一杯杯香气四溢的咖啡。清晨来上一杯海南咖啡，配上自制海南大药为内馅的烘面包，让你一整天精神抖擞，充满活力。我们来到了比格著名的老爹炒粿条，爽口 Q 弹的猪肉粉是老板独家特制的，加上锅气十足的炒粿条，绝对让你回味无穷。炒粿条的味道必定深深留香于你的唇齿之间，乡间风情，老爹熟食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。壁画街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展开壁画之旅吧。开泉 ABC 打从1963年营业至今已有55年历史，这55年来依然选择使用家传统的磨冰器，保留最传统的味道。家传特制 ABC 广受大人与小孩的喜爱，是炎炎夏日的解暑良品。30年历史，是两夫妻的心血结晶。追溯回30年前比格旺盛时期，这里是大家看完电影后必来吃宵夜的地方。这里见证了比格这30年来的变化。来到比格，不妨来尝尝阿莱拉萨，回味旧情怀。凌晨4点钟，大半夜不睡觉为的是什么呢？
当然就是比格远近驰名、家喻户晓、众所周知的凌晨鸡饭啦。凌晨鸡饭已有将近30年历史，老板从10多年前开始在凌晨4点钟营业，因此被当地人称之为凌晨鸡饭，也是全比格最早营业的店家。香喷喷的鸡饭配上老板亲自特调的鸡饭辣椒，简直就是人间极品。话不多说，开动吧！